can make it better, grow together, go forever, cause we'll never say it never, and it's out, it's like favorite, I'ma gonna like it, gonna save it, click, click, you're my favorite, I'ma gonna like it, you're my favorite, they call it love, bang, bang, tear it up, rock it so high, can't get enough, dang, dang, dangerous, dropping that bomb, they call it love.首先很感谢主让我遇到你，让我们相爱并且步入人生另一个阶段。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你，当然除了你很帅气的外表跟很温柔的心之外，我很喜欢跟你聊天。我知道我们彼此工作都很忙，就像我想要说话，你都会把手边的工作就停下来，很耐心地听我讲，然后让我觉得你非常的重视我。我当然觉得夫妻之间的相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给你加了分数。会感觉有爱，如果面对面的话，他抱一下，就是如果就是现场教学，现场教学，就是如果你只要拍他吧，你把新娘子带进来叫楼下，然后你要说房间你2.8万。我们走了好久，我还是会想起就是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小林第一眼出现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女的就腿怎么那么正这样。对，我们是第一关，好，来评审鲨鱼老大不知道的情况下拍半场，如果不是新郎阿亮是最好的话，就要接受惩罚。两个包子，5秒，要包上去，这样就可以了。好，老大，请转回来。看哪一张最好？对对对对，从这边开始。是什么东西啊？你看，我多挺你啊！你要把里面的东西发给现场的陌生人，然后跟对方说，对，你要跟对方说。不好意思，这个我已经用不到，是送给你。是什么？不好意思，我用不到了。对对对，好东西大家互相分享。对对对，好嘞，那我们合照一张。好，先拍合跳30秒。这什么东西？拍合跳30秒。好，这样，这样吗？这样吗？对对对。是哪一个人唱的歌？为你为着谁？好听的。最美好梦境。阿秀，你先讲的是谁？是谁？阿秀，阿秀吗？我只有你会唱歌。怎么办？也是我的。真的假的？这样子啊？可以接演吗？可以啊，到这边。不行啊，不拍。来啦！来啦！哦。就是一路走来，其实你陪我很久，对啊，6、7年就是我们有吵架，有分分合合啊，都谢谢你对我的包容，对啊，我会更努力，更加油，然后会好好的照顾你，然后会
让你跟就小朋友有好日子过这样。对，那我会努力的。那你愿意嫁给我吗？好，愿意。好。阿亮，小玲，再后来你们要互相扶持，哦，互相忍让。小玲的脾气比较那个，比较硬，但是你要去接受她。我祝你们白头偕老，就这样。好，爸爸，我会好好照顾小玲的。啊，我知道人生是要走一辈子的，所以我会好好的照顾她。谢谢爸爸，就是从小就很辛苦这样。虽然爸爸讲话很少，但是我觉得他都会很直接去做很多事情。那我也觉得在阿亮身上也有看到爸爸的影子。那我很感谢爸爸，就是把我养那么大。虽然我们家不是很富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感情都非常的亲密。我妈妈握着我的手，拉着你，并且对着你说：“小玲，以后就交给你。”让我觉得我妈妈是认同你的。虽然我们之间的个性、习惯跟价值观有差异，但是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